那么谈完了虚伪跟狡猾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谈谈惭愧。不知惭愧对人对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，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烦恼呢？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，我们知道好像在这个佛法里面啊，是非常重视惭愧心的啊。那为什么佛法这么重视惭愧心呢？惭愧的意思啊，这是一个梵文的名词啊，本来中文里面汉文里头没有这样的名词的啊，中文里头就有个修辞啊，没有，对，修辞啊，没有惭愧心。惭愧的意思呢是对自己对他人，这是双方啊，对自己对不起，对他人对不起，感觉上啊，这个非常的这个抱歉啊，那这就是惭愧心。对自己应该做好的好事没有做，不应该做坏的坏事这做了啊，对人呢应该帮助人的没有帮助，不应该伤害人的这伤害的人呢，这应该惭愧，是这样子啊。那也就是说自己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之中，如果成长的不够，应该讲惭愧。如果这个反而没有成长，相反的啊，没有成长，相反的是啊，这个走下坡路了，堕落了，那更应该惭愧。那这个惭愧的功能呢，就是让我们提醒自己，必须要成长，必须要利益自己，利益他人。如果这是自利利他，那自利利他够不够，那还是要惭愧。如果是这个没有自利利他，反而呢损人利，损人不利己，那更应该惭愧。所以这个呢，一个是负面的，一个是正面的，这两方面呢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走。也就是说人在堕落的时候应该惭愧，人在上进的时候，进步的时候也要惭愧。那这样子的时候，这个堕落它就会提高警觉心，那这个进步呢，它会进步，日新有新啊，有进步有进步，就进步有进步，进步是没有止境的。是，所以这个惭愧心来帮助一个人呢，从一个普通的人，可以变成一个相当有教养、有人格、有道德修养、道德修为的人。那这个因此惭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心理的这个心理的功能啊。是但是呢，无惭无愧这是个麻烦。对，不知惭愧的话会有什么坏处呢？会有什么影响呢？不知惭愧有自甘堕落了，会不知惭愧的人呢对自己来讲，他没有想要求进步，也没有想要帮助他人。还有呢，那对自己做错了事呢，他觉得没什么关系。我只做一点小事，人家做出大事的呢，这有什么关系？还有呢，人家做了很好的好事，他就不给人家好的好事来看，而是向这坏的方面看。我已经没有做坏事了啦，这个已经不错了啦，这个你还要叫我怎么样啊？对，这个就是不知惭愧。这个如果说做了坏事，那还在讲，说，人家做坏事做得比我更大，我现在像我这样的人，我已经呢算是好的喽，我没有做那么大的坏事，这么一点小坏事，是做这么多小坏事，你们都不能够原谅我，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这种叫做不知惭愧。那凡是不知惭愧的人呢，他是没有想要改善自己的，没有想要求进步的，没有想要使得自己成长的，可能越来越堕落，越来呢越坏。是那因此呢，在
佛教里边呢说，不自惭愧，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人。如果知道惭愧，这个人是可救，这个人可造。是，我们也常听到一句话说，我仰不愧于天，我俯不愧于地啊。那如果有这种胸襟气魄，师父认为是好还是不好呢？不好，自满，那也可以说是不知惭愧啊。一个普通的人，怎么可能呢？这个仰不愧于天，俯不愧地，没有这回事。我们从小长大到现在为止，对不起人的事情太多，不要说是对不起天了，对不起人的事情是非常多的，自己都很愿意把它忘掉，已经记不得，而且呢死不承认对不起人，所以这种人是道德上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还是主张啊，人有惭愧心才好，就是到了已经呢没有缺点了，没有这样的事，没有缺点的人，说自己说没有缺点的人，这种人可能就有缺点，因为他自己不知道缺点在哪里。是，不知道自己有缺点，那这个就是缺点了。是，那师父刚刚说常常有升起惭愧之心的话呢，如果堕落的人就可以这个停止堕落，往上成长，那么如果是进步的人会更进步。是，那我们如何时时升起这种惭愧之心呢？那就很简单，当自己堕落的时候啊，真是惭愧；当自己成功的时候，也要说真的惭愧。这不是我自己的能力所办到的，这是大家共同促成的，这因缘能够促成这样子的，不是我自己能够有这样力量。自己觉得很骄傲的时候，自己觉得很惭愧，我怎么有这种心呢？那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，没有自卑感，也没有骄傲心。是，非常谢谢师父的开示。那么师父说，如果知道惭愧的话，会让自己在进步当中更进步，如果自己不幸不成长反而堕落的话，升起惭愧之心呢也会停止堕落，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常常升起惭愧心，也欢迎您下集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